右右右。右边，我操！别急，他们好像一块去吧？是在打架吗？那或者我不知道。哎，他们在打架，他们在打架。没信息。防区，防区跟反坡，防区跟反坡，懂吗？黄点跟防区，黄点跟防区。OK， 你，我们再看，我们再看。没吃，你没吃。我看他们，我看他们秒一个。我看他们打一个反坡的。这又被反坡的吗？能打吗？白衣服。我得看一下屁股，输给。OK。妈，往前吃吧，我看屁股去。哎，牛逼，能打吗？ICT 打一个，能补吗 ？ICT 再跟拍打，拍倒一个。哎哎，确认确认，过来劝过来劝，拍又倒一个，拍又倒一个，快快快！我操！牛，在哪里在哪里？在黄区，在黄点，在黄点。最后一个 ，ICT 最后一个拍。在黄点，在黄点。我来了。ICT 死杀了，死杀了就一个了，死杀了。最后一个，拍倒俩，拍倒俩，贴过去，贴过去。直接贴。来，我丢被破了。OK。能把他们放。我去顶左边了，你们往右边顶吧，我一个人去左边。我感觉派可能拉起来了，兄弟。派应该拉起来了。能贴到哪里？贴到他跳右手，右边就高坡是吧？对，你们看能把坡清了。我知道，我跟你。我主楼有一个，我在看主楼。人倒这的，你们要不好去吧，我感觉。我来，你到了。过来了。真的，你能往右拉吗？我知道，我贴他右边山了。对，我主楼有一个。包包，你别倒啊！我倒不了，倒不了，倒不了。哇，你真的你到这里去，你到这里，然后我跟李毅就往前清。我看到一边反线，我再秒一个，别急，你们别打，我就秒。我打一下，等一下我压下去了，全部。几个？三个。我们沿右边压，沿他枪眼压。几个呀？三个，全体突破了。追我位置。能跟吗？好打吗？你光打就撤，不好打就撤了。不好打就撤，进圈了。怕有人劝架，知道吗？走吧。走吧。不好打就往黄点去。不带我追了，圈刷了。能走吗？能溜吗？我的。能不能有人打我兄弟？这另外一队的。我跟你讲，哪里有人打你们？这，回来！我操，我真的没事。我先往红点去了，我打药了。你们跟上来。我也去了。我溜了。我手好抖啊！我操。没事，我也有点抖。不慌。没有时间。不慌。来，拿我这个防区，往这个黄点扩一下。他也没掉人啊 ，ICD 是不是死完了？陈三，你拿脸上，我往黄点扩。哎，死杀吧，好像。ICD 最好死杀，然后还有一个掉的是谁啊？派倒俩没看到死，我也没看到他死，派没死。哇，吓死我了！刚别的我往黄点扩了，跟我一个，跟一个，这红点再留一个，红点再留一个，我留吧。OK， 那刚才是在老工业里面红砖楼有人吗？老贝看到人没？这个黄点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，上人了。蓝标是吧？我刚逼了波他的位置。蓝标吗？对，蓝标。那应该是派的吧？派应该是派，没漏信息。黄点呢？黄点能看吗？黄脸，我黄脸有人，前面有人打我。OK。底下麻将两辆车，这有辆车。我操，他妈扩出来，兄弟，他扩到我这破来了。哪个破？蓝点破。我操，有我。防区的是吧？对。那边有个人。啊，苏哥，你能盯着高坡吗？我去帮猫赶下面了。我们这波上面，你一个人稍微盯一下就行了。行，我扩到这破，我感觉等我过去吧，对，那不是得去踩啊？我这位置吗？对啊，你是看不到陈点山上人是吧？这个大巴，对啊，陈点山上人我看不到了，我这位置没圈啊，我等会我跟进去帮他们。行，然后我先帮你盯一波左手。啊，李毅，你那坦克没什么用，你来接我点吧。现在没死完了。我在帮猫卡 B 哥，不是猫猫现在这边会推他，你 okay, 你来接我点，我就会逼位置了。万有人呢？对，我知道，我得去把那队逼了去打坦克房去。OK。哎，你去吧，你去跟他吧。天币全死完了，被我支持标了，接我蓝标这个坡就行了。就你现在对，来接我蓝标那个坡，盯高山。OK， 懂你。点准。让他们逼他们下黄点去。我主要把右边人赶走，赶过去打架去。不然 我们得下去逼。我已经下来逼了。我等会也可以来的，我等会。刚这边有个人的，真的就没用了。这个大巴走了，左边大巴走了，没看到。看过来。我往圈内走一下。前面有车身。我再来吧。你左边都没人的离。我盯，你们去做事。大巴过来了，对面积压机。在哪？这，我没漏枪。OK。这有人在看我。挺久的，好像应该是他。天霸刚刚漏信息了，把天霸打了。动车，
对的对的 ，TMG 是个毒狼，哎，对 ，TMG 直接死。右边右边右边左边，输给能打，他被 TC 打了。你能打你能打，脚下你正脚下，脚下波，你能打。打标这边，打伤了打伤了。他叠了两个，还有这个。我进圈了先，我都先没圈了。OK OK。绿标是不是没人？绿标好，我没看到人呐，没看到人了。然后 TC 被 TC， 我打呀，被 TC 打了。陈，你进来还有人没？有，应该有个没跑下去。我过去看一下了，兄弟们。OK OK， 你看一下。TC 是吧？对对对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在那边打，我过去踩一下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TC 少人的。TC 掉人 ，TC 倒很多，派也倒了。我操，别抽，我打药成了。打标这有个稳，打标不？等打的话，李宇谁是右边圈边？李宇谁是帮啊？他谁是可能打的？我进点兄弟，谁打谁打的？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扔两个兄弟 ，TC 掉两个了。你们今天打残一个，打残两个，打残两个，打残两个。那是，李宇来我这位置。别急别急，我最后一个了。我这有一个，我这有，我进点，我进点，我进点。右边的加的，右边的吧，打学索。成加的，我会顶猫猫位置。哎，我操！我今年有一个。我近点，他给我丢了颗雷，应该就在我近点。这人能补吗？真的？不是在右边好像。我不知道他能丢到我雷。别让他。不是李毅，你过来掏右边。别让他救，别让他救兄弟。等压下去。右边架好。我车没油了。输给我压了。你们等压，等压，不能让他救。就在右手，就在右手，有脚步的。我打完了，我打残了，疼的。压近点，压近点。倒了几个他们？倒俩的。倒三了。他有没有救啊？没救，直接顶了。啊，疼的！没救下，没救下，一百米你。不往架的，不往架的。还有另外一个没救，我脸上。我都要跑。酸酸，牛逼！牛逼！我舔个包去，兄弟。控包，控包，蓝点的回去一个，高点回去一个。你快快快！我在腿，我拿你们车回了。谁的？直接拿我车，直接回，直接回，没本事，不用管谁，不用整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派被 SMG 还有那个 TC 都在打。TC 死少人的，知道吧 ？TC 少人的。我舔药，我舔药。我把车里的拉出来，那顶过去。输给牛逼还会挂的。我知道，不，我那位置就不太好挂，得回就是。来靠我这边，靠我这边。得上来挂层层。这右边麦挂不了吗？你看，哎，非常不错。哎，我来了。城里面是，你们俩能走吗？关键我能收这城里面的分儿，兄弟。那个城里面不好走，现在。不好。反坡他没压力，踩开了。那反坡不好打，我破的顶过去。反坡不好打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防怎么顶啊？我等下。李颖车，你们直接顶马棚，马棚没动静的。你们直接顶。我给你俩架吧，你俩下马棚吧。直接顶马棚吧，马棚没动静的。没动静吧？他们可能有埋人。这个圈他们肯定只会守一面，你懂吗？刚才因为反斜踩开了，反斜踩开了，反斜踩开了，你们不好打反斜。直接顶，直接顶。你们去打马棚吧，我给你们架着，速速走吧。快快快，别抽了，别抽。哎，那向教练，你觉得目前还在圈边集合执行的这一波决策，你觉得如何呢？他们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下面的马厩是没人的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扎到马厩去进行一波。狗圈嘛，因为现在你直接去推天霸的话是必要被圈架的，而且我们推天霸其实是劣势，推天霸也推不下来，就是这波最好就是扎进马厩，然后进马厩狗一波圈钱，谁我们暂时不打架，先暂时和马厩做邻居。哎，现在听一下选手语音，卡一波。哎呀，残了残了，一滴血。哎，我能被火烧了，兄弟。RNG 我给底下帮吗 ？RNG 的，可以可以。别，两个。RNG 都过去了。是 RNG 的。是 RNG 的兄弟。还有一个 RNG 的。你拖一会儿，真的，我怎么一个火呀？有烟吗？行。牛逼！哎，你这屋子可好像可以玩。哎，天霸又打一个，再找一个兄弟，你自己玩自己玩。一点我感觉能补了。对，自己玩自己玩。就砸就行了。我操！原来这我的能推啊！我操！他又倒一个，他又倒一个。你左边你放放，你左边有车疼的出来了，你去接。左边是 RNG 的，死完了，天霸。左边 RNG 的，一打四。妈急急！一打四打四了。牛逼牛逼！牛逼！我操！
牛逼！我操！哦，牛逼牛逼，差一点！哎呀，我操 ！RNG 他妈当老六，不是他是在清微博吗？微博他妈的上面红章了，兄弟！不是你今年不是打倒一个微博？对啊，我啊，今年打今年是，哎呀，刚才其实看了一段时间的橙 C 的个人操作了，枪法准是真的准。就刚才有几波，比如说刚刚看到小坡以后，小南在一个空中隔着半层烟，然后他 UMP 直接点倒了。这当时我其实是观众们可能听不到，但当时我都快叫出来了。对，但其实这波角色出了个大问题吧，因为他们没有判断出天霸和 RNG 在打架，这个其实不应该的。那么如果但凡判断出了天霸和 RNG 在打的话，我们应该直接下去把天霸下面的反击破的人撞掉以后，我们共反击破这片场地，然后把天霸逼到防区去跟 RNG 打架。但是当时就有一个贪心的决定，就是什么，我们想贪心的就是把微博和 AG 打完的残编出来，先把他们的残编一些打靶，先把他们的分收完以后，然后扎到那个马棚，因为他们知道了马棚没有人嘛，他们进马棚，然后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吧，但是这种选择到最后的机是很困难的，不如控到反斜坡的那个吃鸡的概率那么大。而且当时可以看到，因为是稍微想看一下老工业之后呢，停留了一段时间。对，在那段时间里面，最开始观察到马棚没人，但其实在停留的这段时间当中， RNG 是已经往马棚去派人了的，所以在马棚落地之后可以看到 RNG 回防相当快。对，因为他们也能判断到我们可能会扎，这波判断虽然说程 C 个人战力发挥到了极致吧，但是没有拉到反斜坡，指挥没有下达这个命其实挺错误的。我们早点拉到反斜坡的话，早点空那个场，天霸就是会被逼到去跟 RNG 打架，最后我们应该是跟 ST 抢占反斜坡，然后最后决定看谁吃到最后的蛋糕。对，所以看到现在咱们队16分的分数总归来说还不错，只不过还是有一些教练看来可以优化的点啊，本来是可以应该拿到更多的。陈 C 那个点本来我们是可以去到那的，三个人都可以去到。有那个时间点是在于说天霸跟 RNG 互打的时候，那阵明显是手雷嘛，已经是在打近战了嘛。嗯、打近战的时候，这时候他的后置放流人肯定是不多的，我们三个人拼的火力下去把他后置放流打掉，拼一波是最好的。相当于本来是可以偷一波。